漱口漱口，健康的人快乐多。恍如又重回昨日啊！是，我要透露一个秘密啊！刚才在后台里边听这些串烧的时候，高博是手舞足蹈啊，你很有感觉是吧？没错，我自己也反省，但凡这些歌都会唱都会动，证明你已经不时尚了，你已经老了，赶快追上时尚的小尾巴啊！确实是这样，时尚呢，随着不同的时代，那不同的人群，它也有截然不同的这个呈现。像曾经那个年代，那文艺小愤青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个愤青啊！喇叭裤蛤蟆镜扛个录音机咔咔找打呢，我跟你讲，但是大家都是一样，那就是那个时代的他的时尚，大家相互能读得懂的。每一个年代都会有属于那个年代特定的一种时尚嘛，没错。所以有人说什么是时尚，就是要抢占先机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作为时尚的引领者、缔造者和传播者。没错，而且背后有一群人追你，对，你知道吗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的。那下面要请上来这几位厉害了。如果说到时尚，他们是最 in 最潮的，绝不落伍，跟他们讨教几招好不好？来，掌声请上我们最 in 的时尚达人陈心如、张嘉一、江海胜，掌声有请。你看看人家穿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跟人家一比，我们两个人都 out 了。没错，特别是你，你还盘龙的图案呢。我这龙袍还不错嘛。来来来来，认识一下他们吧。来来，给各位做个自我介绍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造型师陈心如。好，第二位，我是街拍达人张嘉一。来第三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江上海。好，我们来一个一个认识一下他们。对，我们先从复古小女王开始聊。来，对，好，陈心如。有好